好，今个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台湾天气不有马改变化，哎，恁俩下都加加了关心。先来看到北山云图哦，今个天气强款系受到西南风嘅影响，南北嘅天气系多么强款哦。南部地区今日对大早起时都有落到短暂天气，到下昼嘅时节，高雄及新竹片几点钟对这个几点，含就来到45毫米，系来到好这个等级。不过北部地区含就东南部地区今日天气都热发发，哎，恁过来看到下几种。都是落款到哦。今日天气呢是受到西南风嘅影响，所以冲到北部含有东半部天气，另外北方面晴空作用含有北部天气强款受到晴空作用嘅关系，所以冲到台东嘅长滨，今日都有吹小风，来到39.5度，含有台北嘅四点六片，今日受到晴空作用嘅关系，含有天气嘅影响，今日高温未来到38.4度，天气渐渐系热发发哦。那么等下呢，大家含住东关心街都系风采嘅自信，嗰个看到下几种图来关心街都系啲下，同海面风呢其实有两个风采，一个系卡努风采，另外一个系蓝岸风采。同海面风接近新湾应该卡努风采呢，本来系为持续对等两个韩国嘅风向来前进，另外蓝岸风采呢，其实同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都有机会呢接近两个日本来到影响到日本嘅关东地区，所以呢虽然两个风采对台湾唔会造成直接嘅影响，唔过呢，爱贴片提倡，未来建议系讲爱去日本含有韩国了解民众都爱贴片更新，甚至南岸风采其实未来含有增强嘅机会哦。那么呢，另外关心下几种图来关心都系台湾嘅天气形态。再看到其实天宫嘅天气持续系受到西南风嘅影响，唔过贴片注意，甚至天宫水气外显明嘅增加，所以天气呢系两礼拜之内呢。天无分天嘅廿六日咯，拜四拜五甚至受到水气增加嘅关系，中南部地区对大早起时都会开始有落到短暂天气。那么从住过后呢，透过天嘅山区，从普及北未能会有落雨嘅机会哦。外卡住之间都系啲建议，其实天气形态差唔多，唔过落太热嘅机会会显明嘅增加。过来看到下几种图，都来关心未来落雨嘅情形。再看到其实天公大早嘅时节，大早起时受到两个西南风嘅影响，海对风较强下嘅关系，同南部嘅海上天气都会开始有落雨嘅机会。因为天顶呢两个落雨嘅情形呢，同你是透过后呢，早晨起时呢，了解落雨嘅情形会慢慢影响到内陆嘅天气，同平常天气含住中半铺、中铺之南，拢系会有落雨嘅情形。当住过后细看到哦，从系中铺之北含住高铁嘅山区，未拢会有落雨嘅情形。此外呢，看无分天嘅天气形态，拜四拜五会晴显明，过了到拜六嘅时节，水气会变到较少一些。过了看到下几种图来关心本土嘅部分哦，我特别提倡天公。甚至含系受到西南风嘅关系，所以冲到北方面嘅蔬菜、花莲、含有台东、气象局农系就发布高温嘅警号。花莲天气有机会来到金色嘅警号，都系代表有机会连续36度以上嘅高温。另外，台东含有风头到风小到一片，未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嘅高温。提倡乡亲朋友，重要嘅时节，含系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唔好热到。